五百啦，五百啦，五百，正常五百，今仔来啦，来五百，来啊，这个是要上嘛来，赶快来三个啦，来五百，上面一个五百块，天然的钢，这个，最后两个五百，五百，阿妈讲够，五百啦，五百啦，五百啦，这根本是真的，差不多安尼啦。 来啊，恁无买恁试吃啊，我是来通告嘛，通无济啊，恁试吃看卖真正无啊，我介绍恁好个啦，二阿哥啦，我算了。两百五啦。无买啦，二阿哥啦。二阿哥啊。你要买啊？你要二阿哥啊。二阿哥啊。无买啦，真正啦，真正迄个买手你买哦，一千蚊撇开，你连五百你都买袂着。真正啦，二阿哥够要食哦。二阿哥啊。头一个来啊。后一个来啊。二阿哥。哎，两百五啊。两百五啊。过来啊。三个啊。最后搁一个我算二阿哥。两百五啊。二阿哥。啊，这你敢有要食干贝？我要食啊。我这干贝正甜啊，我唔甲你
我来唔是甲厂商收啊，这我是无可能卖恁这俗。我当时甲你卖。以后我若搁会卖这种物件，嘛无可能我来卖恁啊嘞。你也袂甲。两百五哦。搁有人要吃啦，无我想要收起来，咱卖浪费太多的时间做。啊，你签到，你签到到四百五，我刚来一份啊。这也要三个，以后我刚好要吃啊，两百五。两百五哦。太阿贵了，太阿贵了，因为我刚卖无你卖啊久，小可贵富裕啊。哎，好啦，啊你也袂过边啊，这一阵我卖袂了嘛。 你也别讲啥物，我袂。你水饺起来，甲三三，水饺莫留啊，吼，来。大家多个半头鱼啊。你看，咱要食鸡腿羹。我鸡腿羹存只恁买，哎，啊，这我来讲，恁等我一下吼。我起来载来，蛤蟆存只恁起价，等我食只，规个人家拢无要紧，吼，一个两个三个，拢无要紧，只拢互恁，二十块起价，等我一下。一块一块啊，莫留啊，二十起价等我一下。一个啊，OK啊。两个三个啊，三个啊，四个啊。别帮我。 你甲白抢去，来收一个，白甲收的哦，歹势哦，失势哦，不好意思哦。那几条哦？那几条？取条嘛啦。我来给你过来。啊，第二啊？九十啊？哦，是你几个？我收一个了。来，安尼11个，全部拢互恁11个，把钱摕起来，到有啥物台啊？哦，这好无？嗯，台啊。这好无？好。你无？你甲这种物件摕去边啊？卖去另外只。 哎，阿妹，做成滚了。咱都顶下七十哦。啥物物件？你要纸箱啊？你啊？来，恁妈的纸箱摕起来者，发落发落。你要啥物？阿姐，恁家人要食这个鸡腿卷无？这拢无啊？这当然用煎的就做好食，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，唔免三百几啊？我嘛要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你搞阿妹两百，我加一条，我加两条，我加三条，十条哦，两百。两百。阿妈，阿妹。 十二个，啊啦，大哥你不要讲，来两百一个，来两百，够啦，要吃鸡腿卷无？两百，七条你十条，一条，二十块，这鸡腿卷，来两个，鸡腿卷都两百，这鸡腿卷做好吃，两百够，要吃鸡腿卷无？还有人要吃鸡腿卷吗？这一个人家哦，两百够爽。 够人要爱无？大哥来啊！一百啊，一百块，谁要吃没有了？一百块，真真的了，我吃一百了。一百啊！有人要吃鸡腿卷吗？一百块。一百啊！你给我这。OK，大家包的。来，拿一票，不要钱。我你个包的嘛，快些。最后一个你来干。啊。哦。最后一个你来干，可以钱，规箱拢我你一百。来一百啊！没有了。一百啊！ 我讲整箱就是整箱，我们不会骗人。我也不黑白口啊，这你还笑？啊，我就真正规箱拢互伊，我讲我白讲话吗？最后一个一百块，谁要到消消？一百啊！一百。有人要爱无？一百。一百啊！谢谢，谢谢。水饺要几包？五包啊！我来拍摄，水饺今仔无大杯，人抢讲要五包。啊，对啊。我甲你讲，够拍摄。够五斤。来，五斤的嘛，一包，两包，三包。 四包，五包，水饺一包五十五粒，最后四包，这间工厂你家己去查，哦，我唔免搁甲介绍啊，迄工厂一定要求粗啊，台湾卖较足好个啊，一百咯，来一百，来加一个，金杯啊，好钱，好钱，来掏一个，怎么了？有啊，有啊，好，我即摆甲你换，最后两个一百，上面一个，来一百哦，嘿，无这菇菜，高丽菜欠无，最后两个一百上面一个，来一百哦。
那个韭菜水饺非常好吃哦。任务啊，都有的哦。五十了，挂包。有人要五十的无？下桌顶。顶你哎，一百块卖袂出你手啊，爸爸。好，马丁，我来卖包给你。你要吃，阮这个美女讲要吃鳕鱼啊。你要吃鳕鱼，我就是爱卖鳕鱼。来，这是鳕鱼哦。买鳕鱼一定要注意，莫乌白买。吼，我甲一寡重点讲互你听就好。你拢听我讲就好啊。吼，你有甲我买，无甲我买，拢其次，无重要。出去我教你买。第一，刷你一定要买这個。这几支是重点嘛？这几支，格林兰叫一只。格林兰，吼，格林兰来滴吼。前下我伫做水上，我伫叫这拢要叫格林兰。其实我会当叫我上个刷你来，别哩我赚啊济嘛，我无。我拢坚持叫格林兰的，我卖足侪年啊，因为格林兰的鳕鱼就是袂求水。啊，你若有诶要乌白白有啊，当然吹落水，啥物代志？你若有吹落水无味哦，那水煞了咧吼，啊，咱这就是卖。啊，第二个重点你注意听，咱这拢甲你包薄冰，啊，这冰包甲这薄，鳕鱼要冰包甲这薄，我来讲全台湾绝对无几间，吼，安尼这薄，安尼这，来，你要食鳕鱼的人客，我毋免互你开1800啦。麻烦大家赶紧给钱，今仔要俗我大家500来了。来500一个啦，鳕鱼，这一块500，这两块500，这人讲比目鱼、大比目鱼、格林兰的，我还讲我4块给你，我5块给你，我6块给你，我7块给你啦，500了，给咱钱，超爽啊，两块给你啊，三块，后礼拜就无啊，后礼拜就5块啊，你也别只买两块，4块哦。五地哦，六地哦，七地哦，两鞋啊！你今日若无出手，以后我来讲歹势，无可能搁7500哦。两鞋啊！要买快嘛？你几个？两鞋不鞋啊？四地哦，五地这种薄冰的哦，六地七地哦，还几地我搁袂记哩。是啊，四五六七。然后两鞋啊！来，收啊！不要用，不要留啊！收啊！搁收！来，搁增加一分啦！收欢喜无？搁增加一分啦！今仔咱来尽量哦，人家要送这个欢喜。500块啊！哎，你这只拖对你要吃无？你掏钱啊 ？OK 啊！我包这个冰的。阿瑞 OK， 我两鞋啊！我好要收这四条就我讲啊！来，加一分咯！五块、六块、七块，互你吃着真材实料的蒜泥啊！金龙、三十、五六。500了，我要吃了。再一个，再一份啊！再一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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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三四五六七，多几个字啊？四五六，算你嘛，多几千。鳕鱼再一箱，几千？哎，五包。我习惯拢不要的啊，算你拢无啊。哎，鳕鱼都没有了哦。又搁一袋哦。哎，你有冇喝？靠，要收愈来愈大袋，500呢？哎，500啊。我提了你了，我提了你了，我提车顶先寄了你了，马去。我喜欢要人是看伊本身的气质而已，那就你这个气质一定要给。哎，你莫给弄掉啦！是不是看路咯？500个要来无？你个人吃不了，要买300无？小家庭啊，你吃不了，买300没有关系。300啊！美女，你若下，我等下我叫人来摸车顶，你别摸。我讲真的，唔是我白讲啊。你下了的话，你会当下哩，你会抱你拢，我等下摸伊车顶的话，300个要吃来300。来300，拿钞钱啦！感谢美女。300够不要吃啊！我鳕鱼，300边啊一个啊，两个啊，你要300还是500？500啊，300是300。我两个啊 ，OK 啊。二三四鳕鱼够去啊，这大块啊。五来六，搁加一块，7500。你这礼拜买，后礼拜就300。最后一块，我来了，你帮我装满七块，今朝会装满七块。等下找你麻烦你去。来麻烦你一下，搁减一块哦。哎，你好，你袂错。谢谢，一块来。500够买来，300够买，若无我就先买后壁啊，算你。目前剩三箱，我今天炸20箱，今天总共卖17箱，谢谢大家，来，鞋也背起来，下次帮我拿起来，来，来，无啦，我要把你提起尔，来，那个衣箱，无啊，卖过去啊，阿姐你收起来，来，过来，恁家有想要食啥物物件无？姐，你后壁创路线平个世界好食客户啊，姐好，啊，你身上铁路排骨我拢甲晒晒啊，好爽，来，姐，我再要卖一个综合标。我等一下要卖一个综合标啊！这话你讲哦，你要
们有没有听过对间厂商？这间厂商这是全台湾有名的。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是啊，你是看到美女火鱼啊？有点。伊这叫何家香的迄个葱肉馅饼，伊这内底有猪肉，都有肠啊。伊这当个你用煎的吼，啊伊会爆汁，啊你食看嘛，真正好食。我唔免三百，唔免二啊，我一个人买几包都无要紧，先加钱的，一百咯。来一百哦。葱肉馅饼一百块，我来买只葱肉馅饼嘛，一百块。一百。来啊，对面，来啊，对面。给你改一遍，你给我摆摆，我来弄，我到那边冲动一下，我到那边冲崩掉。我来讲，我要冲崩了，我来讲，我这两手化掉，你若无走的人家，我今日就叫你欢欢喜喜，一个台也袂见。韭菜，什么韭菜？韭菜有啊，特别啊，料片。韭菜对不对？你有一边，来，我那是冲肉，你无爱吃，你吃韭菜，这是韭菜。你要几包？这韭菜水、韭菜这个什么那个馅饼，一包三十粒，两包六十粒，两百了。两包的，有人要吃韭菜馅饼无？两包。哎，两包。有人要来无？两包。拢有啊吗？哎，两包。呀，一包干要搁摆起来。三包。干恁一包干要搁摆？来，林某，来收。你看要用只？我收啊，好啊。来，台下给三个。好，我以上搁卖两箱过来，我要画一个超强综合标。伊这个物件就是，你讲个铁路大牌，伊的排骨软中带芳，恁食看卖，三个人可以开钱了啊，两百块了。哎，两百啊，两百，两百块，两百只有两百。哎，两百。你看刚够牛肉咯。两包，两百只哦，铁路大牌。两包。这两块够哩，这两块够。太香了。两包够，一只哦，两百块。哎，两包。有两百只铁路大牌无？来啦，我这地够三只，来啦，三个就好啦，免三百，两。